哎，我这面面有牛肉哎。嗯。芋泥奶料球。奶黄肉松。芋泥盒子。芋泥麻薯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麻薯芋泥。铁的这么技术。来了这个。尝尝这个。嗯。这种薄的我们得折一下。600米处，右转，随后200米。就是这里了吧？爸爸在那里等呢。你们要不要吃冰激凌啊？这蘑菇不可以吃。有芒果、小圆子，还有牛奶跟那个芋圆，都是我爱的。居然又去吃蜜雪冰城。半半天没找着。下一个目的地，去吃芋泥。那个呀，五六个蒙蒙。这个。一个呀。那个芋泥奶酪球，行，虎皮肉卷那个来一个。哎呀，都是芋泥麻薯。啊，披萨一个。重的，这要拿一下看看，可重了。这个可以拼吗？可以拼，可以拼。你挑两个，好不好吃啊？嗯，没倒。来试。没有倒。好吃吧？走吧，走。走，你继续玩。这个环境不错啊，准备在这边吃点东北精品。然后我看到那个港式牛杂，弄点牛杂。好吃吗？尴尬啊。嗯。没事。你尝一口，一点不辣。放心，大宝去吃。好吃吗？不辣。不辣，好不好吃？各自各认个吧。就吃了一碗牛杂，广式牛杂，然后就搁这坐着呢。哎，我天哪，可怜死了。喝一杯那个咖啡，吃两个这么大两个，吃两个汤葫芦。这小鸭子是干嘛的？送的。到目前为止一口水没喝。啊，赶紧喝点吧。哦，好喝。哎呀，脸都有点那个了，晒黑了，缺糖了。现在开始吃的话，只能等到5点吃了。我看，不着急，老爷慢慢等啊。啥时候有吃的我们就吃。这个点啊，那个饭馆都休息了，毛总午休时间，这时候我们进去吃啊，您骗了我。哦，能等就等。然后有现在还营业的，我们就进去吃，吃完回家就行了哈。反正来都来了，又回去了，这么多好吃的，这个人想吃，那个人不想吃的，最后啥也没吃着啊，只能走啊。哎，也下定。最后我们瞄准了那一家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们要去那里吃了。吃披萨，老爷说不吃。回去的时候买点披萨。行。牛肉面都来了。姐，你还有炒饭什么的？你们四个搁那吃，我搁这吃吧。那牛肉面。牛肉面吗？不是，图片仅供参考。图片，看图片多好吃。哈哈哈哈。这就不错了。你得跑这么老远，差点来杭州的，饭都没吃着，差一点，差一这么一丁点好像吃不着饭，好像没回家。我想吃的可多了，然后老头子不同意。下回来的时候必须得带饭的。
我给你买份咸菜。碗拉了吗？没有大小，这一大碗吃不完呢、哦。都这样的。我吃，你帮我吃。哎呦，这牛肉真，这一碗牛肉真多呀啊！嗯，他本来就这样。哎，牛肉面来一碗吧。嗯，嗯，烫，这脚烫呀，好重，烫啊，嗯，等我凉快凉快吧。吃牛肉面，嗯，今天知足吧，这有牛肉面吃，知足吧。嗯，差点啥都没吃着，我回家先再吃。五星今天完犊子了，能吃饭吃了。哎呀，不易啊。我寻思也完犊子了。我以为得回去的路上交警服务区再吃点啥的，吃点重点。俺们农历집에간다길래논리가좀이간판얼마뚫어지는거야딱보니란돌라면있더라고差点回去了，爸爸说的没有好吃的就回去。你看这要热一点，你看这面条要打结了。从城里头写这个空气都是呀。嗯。국물먼저먹어야돼요好烫好烫，哎呀，好吃，好吃啊，挺好吃，谢谢。应该说，他们这边都是挺辣的吧？这个面好吃，这么贵的东西，我吃过，代表。大家看看这个点了吗？点了呀。饿了，饿了，饿了。哎，都吃啥了？没懂。好。缺点就是有点烫。嗯，刚出锅的。那太烫了。嗯。挺吃牛肉。嗯。拌完就好吃了。那你们。他不加我。嗯。看到对吧？慢点哈。之前说想吃达美乐披萨，我们现在过去买披萨去。이런거면밥도더부르고싶어나도好不方便干什么都不方便在这里榴莲就不点了点了这个经典意式肉酱薄款的然后金沙咸蛋黄嫩鸡披萨加了那个红薯边好了就等吧谢谢，走吧。你吃吗？我不吃。哎呀，这么小呀！我以为很大呢。哎呀，那你看中间是不是？九寸的小呀，哎。没事，我们点了两个。小刺刺的那个。这样就上来了。谢谢啊。这个是啥？不，浇了那个。这个是加了红薯的。红薯边的，金沙那个披萨。走。杭州下回再来喽，我们要回家啦。这个在车上待一天没事吧？没事。哦，尝尝尝尝，就待了半天。尝尝尝尝，可期待了，来吃。还有东西。我好想吃，快点。我尝尝这个奶黄肉松的青团，看跟普通青团有什么不一样。嗯，披萨来啦！刀这个是我切的，这个叫啥子？这个是芋泥奶酪球。原来是这种味道啊！这个是好吃吗？
肉松奶黄。哎呀妈，给我来一半。嗯，来，你尝尝。这个可好吃了。好吃啊。嗯，你尝尝。这是啥？奶黄肉松。奶黄肉松。嗯，来打。嗯，换到酒窝。按照什么？按照安排。哎呀妈！这必须得王道炖。我的妈呀！太满足了吧！哎呀，底下奶冻被你吃走了。吃起来，嗯，别掉下来啊、哦！嗯，这是什么吃上？刚说完你就掉下来。虽然是甜品啊，但不会齁甜那种甜。我喜欢这样的。你看这个是虎皮奶黄芋泥，还有麻薯。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麻薯芋泥。那个是麻薯芋泥啊，芋泥麻薯卷。哎呀，多了劲的！哎呀呀呀呀呀！都没展示呢，你就吃了。嗯。啊，把麻薯卷。来，我尝一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虎皮卷，嗯，奶黄芋泥麻薯。啊，生气的是？嗯。麻薯它炖的那个一个怎么着了？我爱吃麻薯。嗯，有点麻薯味嘞。嗯啊啊啊！哦，这中间有那个。嗯、不吃了。嗯。咸蛋黄啊。嗯。嗯。来一个这个。哇！我们回家用微波炉热了一下。这是烤箱。嗯，烤了一下。烤箱烤了一下。来尝一下。嗯，谢谢。扎上个披萨。怎么样？这上面是土豆和肉哎，嗯，鸡肉，很香，嗯，然后玉米是水果玉米，哦，好了，总结完毕啊，很香，很好吃，嗯，哪里有可乐？随便，嗯，马上走它，以前我吃披萨最讨厌的是啥？这边儿。这边里面有红薯。嗯，我喜欢这样的，跟我做的一样好吃啊！哎呀妈，跟你做的没法比。哦，你还记得你上次翻车伙伴了吗？翻车什么？披萨。没有，没翻过。哎，跟我呀，他家没那种粉，玉米粉。嗯。咱家也有。尝尝这个。嗯。哎呀妈，这个。你看这旁边就是芝士，这个我喜欢。哇。爸爸来过，谢谢。哦，敞开。啊，咋了？那咋 Q 死？哎呀妈！谢谢。哎呀，这，这种薄的我们得折一点。哎呦，这酱好毒啊！嗯嗯，脆薄皮的，嗯，但现在不脆了。嗯，啊，好犀利嘛，是的。妈妈，不过我比起这个，还是感觉这个厚的好吃。嗯，厚的、嗯、哦，惨了，因为这上面料都是我爱吃的。우리嗯다음주에或者是다다음주에가가그게앉아서먹자对肯定好吃지금그냥먹도맛있지刚出锅할때먹으면얼마맛있겠나更香嗯总结吧有哪总结的拜拜还没得嗯还没吃完呢，你说拜拜。拜拜，好，我们走吧。好，希望我这边点个祝福，三龙耶！好啦，我们每期就到这里啦，明天见，拜拜。拜拜今天的杭州之行，哥哥姐姐们喜欢吗？耶、yeah. ！